你的腿没事吧？哎呀，没事。你等我一会儿。忍忍啊，什么事呢都不要逞强。其实我以前啊也经常受伤的，每次受了伤之后呢，总有人帮我擦药。这凝血草本来就不多，我看你这伤口比较需要，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好多了？谢谢了。罢了罢了，我这个人啊最怕别人跟我道谢，尤其是你这种一本正经的道谢，瘆得慌。上次咱们见到了那位被摄灵的修士，为何而死？被谁所杀？魏婴，我与你公平决斗，生死各安天命。不要逼我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保护过一个姑娘，而且这个姑娘一辈子都忘不了我。你我之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千山万水？对不起，我希望你能尽量的恨着我，这样我们彼此之间都不会那么难受。你没起家，一个没起始，有你贪图，原来你一直都是骗我的。从今以后你两个再也没有关系了，你走吧。原谅我对你的不告而别，我一夜未眠，还是不敢面对我和你之间的错误纠结。再见了。两个月前来了个迷群人，样子凶得要命，再加上警告所有人不许出门。只是被人用剑切开，脚下没有用剑的高手。告诉我是些什么样的人？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衣服，有一个叫折云手，灵魂之力，四肢百骸内受有限，弯下海底熔炉很紧迫，因此灵魂之力可托肉体之外，万里行程虚云可知，还穿着金色的衣服。仙都传讯，责令我们尽快赶到岳阳相助薛仁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仙都太晚查冰雪之力，暂时还不能，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没什么事情，你就先回去吧。看你上有明月，心如黄莲花，心如白莲花，有玉面双生之心，斗气之初者，被轮出暗作黑色虚无之境。繁星夜，其深浅无限，是个谜。真的是你？最初的夜分是浪尘。魏凌，你疯了吗？拿出真本事了！你告诉我，幕后主使到底是谁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也在这里一直，原来你一直都是骗我。静一下，此事必有蹊跷，咱们先离开这儿。夷陵老祖魏婴，今天不能让他活着离开这里。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跟我作对，我感觉我整个人都充满了仇恨，我甚至还恨你。陆震，我现在才觉得
过去我一直认真的一些事，也许真的是错。